那你这个是银行账户输错了是吧？对，他输错了，输错了。啊，这样就是那个，我问一下那个银行，就是他那个对方的那个卡号什么姓名，身份证什么有啊？都写下来。写好了，拿2017把额调调好，然后额调呢，等一下信息确定好之后，那么老师暂时弄下来这个什么本本上，对吧？啊啊啊！